青豆咖，其实我的青豆啊，很多花友啊，在养护花托位的时候呢，会发现有那种小飞虫，很烦人，而且这玩意儿到处飞啊，想要用这喷壶去打呢，实在是不太现实啊。虽然现在是冬天啊，但它还没有被冻死，反而藏在这种花花草草里面啊，可能你一移动花草的时候啊，就会跑出来。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很靠谱的操作。就是用这个比虫灵啊，用它冠军啊，不仅能杀死虫卵，而且呢还能杀死那些成群的那种小黑飞啊，因为呢它的这个药液啊是有残留的，只要那个小黑飞呢吃了我们这个药物残留这个植物的茎啊或者是叶啊，就会被这个毒啊中毒而亡。比虫灵的兑水啊，不同厂家生产的比例是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要看看这个使用说明啊。所以呢对付小黑飞啊，用这个就能轻松的解决了。其实啊这个比虫灵对那种蚜虫也有不错的效果，大家可以试试。今天关于消灭小黑飞的办法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大家喜欢点击关注，每日更新，拜拜。